我直接把我那个蛙字调到最低，很严重那个卡的，腰挺什么的直播，卡的正在停。方向飞位升级，飞位，哇，有拿刀哎，哇这个没死，哇两枪。 搬出来，然后说 nice。 那红队那个人被我打两枪没死，他妈什么情况？哪里喷出来那个游客？杀两个。哎呦，这枪没中，手枪。好像有人拿刀，小心哦。哎，谁家估计换弹了？ 我操！刀喷！我的天！我的妈！我后面有一个，拉的人，拉的人，算五个呢？又是那个 Snoop Dogg， 我操！妈的，刀喷就刺我操！有两个拿刀在砍我。 是那 M 开头那个天上老水手，他在拿刀，不讲武德这些人。妈的，真的 everything is GDM。 哇操！又瞬移，我操！ 这人，这人瞬移，我这好难打呀！我操，打了我他妈！他妈的！来了，拿刀！我打！拿着那个拿刀！没有人需要徒手冲进的呀？ 反正我就附近两百五颜色。队友有一个他妈拿刀的。啊？我们从来都没有人，我操，我等发。你食物也没拿。没事，无所谓的。哇，我看配对在瞬移。Nice。真的崩来了，真的崩，这次真的崩了。 我操！这个逼！<笑>我把谁在流沙了？我操！后面来一个刀！我操！我的妈！我船上是 Kelly。<笑>他为什么上我们船？我不知道，反正我图太他直接，哎 ，nice。妈的 Kelly， 我他妈的，我刚进化到 Kelly 我一枪，我操！在我们船上。 妈的，都不知道，很奇怪哎，现在的人都很奇怪哎。记得 merge 完之后，把自己的武器换回来。嗯。
天我们 reverse black sheep high dry OS OK sloop D 没有到 Marco Boss 比我高 Kadis L column 去 Fairman score 第二个我竟然没有说 minor、okay. 难得走了 so minor high and dry 来吗明天有 high and dry 吗走了、yeah. 大哥为什么、哎、我退了呀我光 VPN 呀先别加，大哥。我前面我跟 Skyrim 打死，我看他是去上面装弹，然后他妈瞬间跑到下面去了，瞬移，我操，有点恐怖，我操，延迟加瞬移。我觉得应该 Twitch 可以开直播，我觉得 Twitch 开吗？可以开，可以开。我觉得应该可以开，应该。哦，因为 Andy 是中部的是吧？是打船打那个船战的话就没有那么卡。刚刚太多人在那边很卡住。对 ，Andy 是 Central 的好像。对，但是我也有70多瓶。嗯，记得换武器，然后大哥可以加了。嗯，要我要拉吗，大哥？要的。我来拉。我拉了。加了。What the heck？ 我去找一下。紫队是佩瑞 Welcome to the Sea Dogs Arena. 然后 Flanka 的 CDK 是绿色 Digo 道是黄色然后 Torex 是红色 Torex 是南美队还是欧洲队啊他是南美南美队欧洲那队很强那队是什么 Shiduka Hustle Resi Insultius 这三个队很强对啊，前来知道一下我在打炮。我操，你的炮很可以的，不用知道。不，真的要知道一下，要知道一下。开了吗？我还在加载。开了，对，在加载。你是右下角的小轮船在加载还是？对。Okay, 那估计是直接进，跟我们一起进。我怕的是那种一进去像沉那种，可以没事。我们左二大哥，哎不对，右二，大船了，有，改个帆，你们上去吧，大哥，再捡炮弹，把你们改帆完了，改完了，打右边是吧？这个比较近哦。哎呀，红了！妈呀，那谁呀？对，他也对。我打，操！跟你说，哎，谁打了不让过？我加的，不想加到卡了一下。妈，很近了。打他威胁了。弟兄们。Nice。一队友都没了。我靠，这炮又卡了一下。在马那儿靠了，全中。他炮不行，瑞尔的炮高了。好，现在基本我死了。需要拉一下，我们。哎呀，我不打下去了，我撞倒了吗？对，我刚要说的时候，我死了，我就那个死机我没抓到。我被打下去。Andy 控下 ，Andy 控下，我在修底层。OK， 这怎么回啊？看一下，可能要攻死。我们被踢了。boss 不要死。能勾吗？能看勾下。直接右勾，勾个180，如果可以的话，看一下行吗？我了。我在找美人鱼。大哥，他们在我前面减速了。我还在加载。我在拐走了。不要靠你了，兄弟。不要被夹，不要被踢。然后可以的话可以缓一下，你这种压力大了。我觉得还行。压力不大，但是都很尴尬。我还在加载。哇！真的爆！来啊！ Okay. 没事，我们三杆全走了，三杆全走了，打掉了。你在杆。
大哥来吧，我全走了，全走了。我把二层补一下，有炮位攻击。两个人上。底层拽了我们。我试一下。OK OK。有钩子要拐多少？是对的吗？可以。红 Q 后面有一条绿的。对，就打他，他是打绿的那个。要很多 ID， 要很多。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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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可以松手了。这炮子太爆高了，我中了，我中了。弟弟妈，挂了。弟弟妈，我操！弟弟妈，我们的底层是三的。可以给他打了，不浪费。把 D 要 ，Stand Line。打一下吧，那帮我。不用。不用。可以要点。我觉得可以约他鬼了。最后一次。大哥，我 pause 一个，我 pause 一个。OK。他突然下了，不得 anchor 了，要那个到。要我安可了，安可。他们应该缓过来，要缓半天。刚刚 A 卡了吗？然后他们也是，他们也那个什么了。我们要收。他们也 A 卡。他们出城了，不好说。先翻，然后行不下去，不是。有看到有现在有一个吃出了，看到有一个。对，看十个，有没有人看？我在谁来的？那个是十分钟起先分，对。谁呀、啊？那个是，那队是谁啊？比我高，啊，比我高黄队就是，啊，先行鬼，后鬼要帮我看一下。我去啊。左边大哥，左边左前有。那我先收一下中了，帮。我打右边。但是左边那个是新团。边比较近、啊、他已经在打我们了呀！左边可以开几炮，他高了吧都，我死了，我需要帮忙，我抓了三把。我来了。我中了。哇！帮我拍板了，这个。啊！前面是不是要撞倒了？看。前面啊，不会。七千分啊！中鬼，我再拉一下，还是有炮位了，够就好了。有炮位吗？有上来了？没有。再拍中鬼，再拍中鬼。哎，有炮位了，现在有炮位了。OK。啊啊！放我！好。没有炮位来帮我捞，东部没有炮位来帮我捞。OK。再改，前方再改。
的之外，我们后面。不然你。我先收一，我先路上，公路上。不要翻。鬼不用拉了，当时实在已经拉不了。太好了，中鬼！哦，被挖到了，被挖到了。啊！哇，刚刚我来救，我来救，我来救，大哥你冲方向，我被打下去了。操，这么远的距离，我想下去拿一下东西，我都不知道。哇的！打了八分钟，快九千分了，这个配瑞，我操，我操！好了吗？有后卫吗？我们打谁？有王队，黄队，黄队，左后黄队，左后黄队。我再打，再打。他送头了，他送头了。哎，黄队送头了。你发什么了？两个人。我在收，我在收，我在收。我在收，我在收。小心，小心配瑞大哥。让我看。可以啊，你后半是，你后半是没下的。不要急，我来嘛，来嘛，来嘛。OK， 我只提醒你。No。他现在贴过来了。下了。那我操！我不用攻。拉。我在拉。加压。加压。Blondie。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哇！有人说状态很差的红团战，我没有听过。不过得转换成哦，前方下压。OK， 下了。不要换地方，地方。东渡再帮我咬一咬，东渡再帮我咬一咬，再咬，再咬，再咬。嗯。哎，我再走，我再走，我再走，这一下东西。哇，我们被夹了，就队友打我们，然后那队红队也打我，打我。喂，东渡上，东渡上。好像要高一点，稍微要高毛毛了。你的吗？我们被布兰迪了。我打，我打。我操！不用。看那个分离，红木。把钱反手了，这样。我来了。钱反收了 ，OK， 我再收。红海吗？我怎么听到有点红海的声音？看地图，可以动。翻了一个人吗？对，我们还一点，往右边。再往右，再往左。对，后反来了，后反收了，收吗？后反是。来，我们两个冲队。OK。边走边抓。拉好。OK， 走炮。我来了。两鬼撞，压到后卫，再压，加压，给他点火，被骂，点火，被骂，哦，看不见了，点火了，点到一个人。他应该要下去吃东西了，这个要他不吃的东西。打完他去的话，黄队了，黄队是在草里面，草那里面换黄队。有伤脚。没有打底的话就不成。东渡你要上来帮我咬一下，完了。OK。OK， 东渡上。他就会成了，拿出炮了。好吧，左后右后方是不是有船？是红海现在。我在前方，前方。又有一点红海的声音了，大哥。但这个时候可以看点地图，然后跟他前方是下吗？下。哦，半个红海，我们传统一下红海。我们是传统九十度进红海，所以得可以直接转右。哦，红队要直接进红海了，红海。白方，不白前方。白前方 ，OK。黄队在打我，后面要改吗？要拉一下。我弯爆。拉不了，这个炮了。
拉拉拉拉。得去底下。上一下培瑞的，没有，闪鬼，他闪鬼去了，前鬼在地方，直接弃了他，这个是，下起来的小弟，这里要扶着一下，有，下头，封住上，我太稳了，大哥，下走，上来，上去了，我直接在那个堆里面打出去了，我怎么？他泡了一个水鬼，有半大吗？水鬼一个，要守水鬼一个。没有，我没有了。天哪，只有一个。我他妈的家当好卡啊！你再打他，要一个人，我要。天哪！我的，他在水里打，他在水里打。What the fuck, bro？ 要打的我。我神经病。冲度来了。冲地上有东西。什么呀！我操！十分钟的时候7000多分，八千多分，我都看傻了！我靠！刷谁刷赞呀？刷 B 勾告，他刷 B 勾告，刷黄队吧，黄队应该是 B 勾告。Yep. 对啊，就是有一艘，他们三艘在打，然后已经有一艘沉了嘛。Fuck！ 我靠！妈会不会弃船啊？你怎么可能让一个船刷成那个样子？我靠 ！What the fuck？虽然说对面真的好强，虽然说 Swifty 的身段好强，但是不要这样子呗。我去吃饭了，你们打吧，拜拜。OK。嗯，好，拜拜。我操，他那分数就离谱，我操。他后面是不想得分，他后面是 play safe， 然后一直在绕着圈打，你知道吗？嗯。但是很多船复活之后，一堆魔法弹直接把他三鬼圈撅，他直接弃船不给我们打，我操。fuck， 他妈的！大哥，刚才你想打右边的船，我跟你讲，你想打右边的船，你就得早点右，因为左边那个船明显是开场炮的距离，他一定会打我们的，你知道吗？我们至少也得打回去。就是你那波被炮死，你那波被炮死那一波，然后安迪后来也被打下去了。嗯，没，就至少我们得互相得有礼尚往来，我们不可能说让他很舒服的三门炮一直在打我们的，在我们的左手边。我没有配炮下去，我直接被打死了。我 OK 的，我们要打右边，那个时候我们打右边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说。Either 我们要跟他再拉开点距离，让他们的炮打不到，要不然就是我们往右拐的同时，我们的左炮一定要开始打。不可能说让他们很轻松的，就是那种瞄来慢慢的瞄着我们，然后一直在开炮。我靠，那太亏了。这都什么人啊！我操，打的啥东西啊！我乱七八糟的。这队还是配位。要紫黑瑞，然后 Black Powder 是蓝队 ，Bigo Go 是绿队 ，OK OS 是红。
蓝队是这里面最弱的，应该是。那个伤人的嘛，那个衣服那个的。啊，那是 Miner 的。OK。就是每次都见到他躲在那个门那边。我们右一，左一，左一 ，nice， 打右边的。右边是谁啊？什么颜色的啊？绿的。乱的。绿的 ，big go go，big go go。他打中间，不乱的爆，他们打中间。Very nice。但是，我再中了一点。谁要打？哎呀，我不是每次上炮的时候。稳细一点的，这连续两局，我去。中。来不及了，再来一局。给骂。让我们刷一刷。他终归已经忘了。不用特别刷了，一直在中。我也在中。低的 mark， 他往右 Q 了。没收中线，把他放到我的左边。没有，他不是过来的。对不对？看这个前面的蓝队啊，蓝队改了大数过来踢。我们可以先踢一手紫队，然后再打他。紫队在哪里？紫队在贸易岛的正后面三番拳手。在前方。知道吗？可以打紫。Nice，Good choice。他直接超梦倒了这个，力量给太多了，没有怎么搞。他没夹一手，他拉不了了，他只能你看，你想交宝吗？Rank Arena， 不是 Reverse Arena。蓝船好像在打我们。不要，不玩，给他几个龙钻，我们这里是我们 Big Time Farm 起来的。只剩 T 妈死一个，刚刚到了，没事。远的距离，我们要的是绿的分。T 的妈，啊，只剩中招。他来了，已经不能贪了，在前边。前方下，我下了。继续打紫，继续一直打，回正过了。T 妈。要点火吗？点火？不用。我们要准备换绿队了，换红队。红队。等我再管，我今天水货打红啊，准备。不行，得送一波头，不然会被夹，不能往右打。打到没靠位就可以下去了，等我们下去上来的要换紫。他们给我们投了。等到我到下去投。多下。蓝队这走位，哇哦，完全打在骗我吗？还是没有？蓝队是布莱克炮到 CDK 最弱的，红队是弱的。哦，还不行吗？我躲一下。可以，右边可以了，右边可以了。一直在想着，你忘了说。躲好。OK， 小炮位。打左边的。OK。左边的蓝的。金马。Nice。过来啊！我打火箭弹了。啊，都行。不要全打完，全留一点。我再拉。东部。NDC 老，东部死了。可以。
我是 invisible water， 所以你要跟我说要水。对。啊，下一个给我看。OK， 那你们都上，你们都上，你们都上。Oh my god！ 怎么了？怎么了，大哥？没有，疯狂被爆到。他在空间在跑门。紫队是配，紫队是配对，大哥。我需要拉，我需要拉。下宝了吗？快去下宝了吗？哎，我们三层，好像要满。那个，过来，过来，过来。需要拉一个人。过来拉一下，过来拉维桶。哎，你上一档，你上一档。你得拉大哥，你得拉大哥。大哥， okay， 我们是被夹了吗？大哥，大哥一直在对，后方来了一小船。我救不到，我谢谢，我死了，我去救大哥那个路上被要弃船吗？要弃船吗？我活了，我活了，让我看一眼，让我看一眼。水有点涌不过来，二层了，二层了，二层了。涌不过来了，涌不过来了，这层了。被夹了，好像。刚刚左面两艘船，左面两艘船在打我们。大哥，那波红色送头是为什么呀？因为我想要那个右边，我们的后面蓝队来了一个，就是他也用满，如果我们也用满的话，直接被夹。然后所以我就直接选择送头，一送完头，蓝队又拐又补满了。我觉得那时候蓝队是打不到我们的，我们可以跟红队先 parallel 一手。我刚刚看了一下蓝队的那个走位，就是就。我不知道，有可能他后面又拐了，我不知道。但是要改吗？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先有红队炮位的。我看红队是谁？他都在我们全部从所有船在往我们右边走。cannon preload， cannon preload， 所有船都往红海的那个方向，大哥。然后紫船不动了，紫船应该被 anchor 了，佩瑞被 anchor 了。刚刚是紫船被 anchor 了吗？好像是蓝队。没事没事没事，一千分，小意思，还有九分钟 ，we have time。调一下翻吧，看一下这场大逆，我操 ！Shit bro， no。What the fuck？ 佩瑞已经五千分了，已经有。那五千分，你看他没有得分。那五千分他没有得分，我们要看哪个队在得分。绿队。有一个红队在我们右边过来了，大哥，红队在我们右边，看到了吗？有，而且他分比我们高，对，他分比我们高。要打一下吗？要，打他。蛮高的，有没有？红队是 OS， 他越来越近。贴，打洞，就是打洞穿。Nice。我操！你在老，在老。我去日报。什么？对不起啊。那中轨断了，红队。要逃。他过来了。要不要？他过来了。我们走，走吧，走吧，走吧，右边。前方，前方。再拉再拉，那我再拉，我已经在了。炮位炮，非常好的炮位。嘟嘟嘟嘟嘟嘟，快点快点！我打一下底层给压力哦。他炸死了。放放的 ，OK 爆小炮位。没有没有，我还要绿，我得去。对，打绿。回炮打绿。他们的这两个队的炮都不痛，就打这两个都可以了。让我拉近一点。
buff。他没有你炮位了。还在这种红船，大哥，我们可以收收一波翻气红船，你觉得呢？右手，右后。这小子大，看你挡这个。可以，你决定。我是就是看到了。对，两个都好打的。我觉得红船更好打一点。对对对。完了。我在中，他在拉中轨，他不打电夹，还在中，前方我下来，一千八二，下了，一千八二，准备换组，别那种力了 ，OK。还没炮位，还没，一下子，开始升下去，升下去，要死！哦，现在，骑手可以先打个布朗顶。对对，布朗顶升上布朗顶。Pima 布朗顶 ，Pima 又一个布朗顶 ，Pima，Pima 死一个。把鬼断了吗？可以，可以断他一个鬼。OK。中鬼断了。可以夹。可以夹。可以。OK。击打他，击打他，先击打。偷大偷大哥，偷大哥，嫂子偷多少啊？攻过去了。攻过去了。来来来。动不多，但是我需要你看下水。先下去了，哎，你先下去。我再压力，知道吗？我是不是有人？在的，太拽下来了，鬼鬼鬼！准备战了，二龙二龙二龙！我操！什么？我跟东东死了吗？没有，我被打下去了。哎呦，我拉毛的可以上。有王部了，完了救不回来了，气喘，没有办法。刚刚水鬼上来，左右两边两艘船在打，这个炮声压住了，没听到。我们很危险啊，最后一名才4600。绿船是谁啊？李文刚。我们为什么被冰哥告反切头啊？我们不是断了他的鬼吗？好奇怪。断了，但是他太慢了吗？还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在我们前面。哎，左边，啊，左边是佩瑞啊，别指挥出来了。不反要下吗？要下。佩瑞是不会给我们，我们刷佩瑞可能有点压力了。是啊，就只能刷他而已。蓝队大哥，前方收了，对，蓝队前方收了，前方。我在收。我来了 Big time 啊，我们就这一波了，我跟你说。蓝队三个全段，打成了，不要，不管这个红队了，让他 fly 一手，我们就摊这个蓝，摊这个蓝没办法。把蓝队打成吧，蓝队打成。是的。小心，我们又没有船在打我们。黑瑞在打我们。不是，没有不要跑。小黑瑞也是，向前翻。熬一下就没几秒了，我们就可以完美的刷这个绿队了。现在刷绿队，绿队都好打，两个都很好打，两个都送头的。OK 所有 special 直接送他。绿队
轻松一点，绿队绿队比较轻松，绿队比较轻松。我来。要下马吗？下马吗？不用。OK。刷了队，刷了队，各位！快刷！大哥小心要水准，这个时候不能再刷水准。好。蓝队也在得分，蓝队也在得分。四。打蓝队，打蓝队，左手蓝队，左手蓝队，不要停，炮不要停。不浪底，别让他打炮。你他妈！打死一个！哇，400分！冰哥哥每次上我们水鬼，你妈拿最后，我妈的这水鬼上的什么玩意儿？我妈自己上完水鬼自己传，他妈就是还可以的。但是他没有关，我就特别不理解，你上水鬼你倒是刷我们，你上水鬼把我们弄成了，自己船半死不活被别人一顿猛刷，有什么意义啊？我靠，哎，他们队我靠真他妈恶心，我跟你讲真烦死他们队。那你们上水鬼，然后我被炮打，我本来要救大哥，然后我被炮打下去了。没有，我一看你打下去了我就说弃船了，因为我三层是满的，然后还有洞。我捞不过来，然后我就说直接弃了。我把、那个、然后没有，我爬梯子，我回头，我想把大哥再救一下，然后我们再一炮打到我那个爬梯子的地方，把我打死了。妈，佩瑞超贱，我跟你讲，佩瑞知道我们跟他们是离分最近的，然后佩瑞有蓝船炮位，踢蓝船头不打蓝船，在那里斜45度打我们，我靠，真的给我整吐了。三番拳下就要来打我们，我靠，我一看我。太明显了，对，我看到现在的三番我就知道了，不能贪了，真的狗了，哭啊，对，是来狂，也没有办法，那个，我去拿一下喝的，还行，朝着今天的目标第二名前进。我们跟第三名差多少分，大哥？14、87。八七，14是谁？我们呀。18裴瑞，28第一。哦，18、14、87，我们领先第三名。第三名是谁？第三名是 Black Powder 三和。OK。啊，我们可以输 Black Powder， 但是我们不能输 Big O Go。Black Powder 的积分太低。对，哦，第二还可以加三分是吧？对啊，第二加三呀，扣分。OK。第二非常好的，已经非常好了。已经没有。小心佩瑞针对我们啊，大哥。嗯。我估计佩瑞这种人，他绿队啊，下吧。佩瑞绿，然后 Black Powder 是红， Big O Go 是黄，跟黄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下水鬼。对 ，OS 换人了，那个 GU 没有，就换了一个 GU 是新的， GU 那个人是新的。要么就是他改名了，我不知道。我们左一，右边什么颜色？打死他！妈的，傻逼东西！我靠，烦死他了。怎么推个毛都 laggy 呢？我靠！我死了！哎，我掉你们掉你们！我死了！我中了！我中了！两炮！他调大侧了，大哥。
他调大侧了。哦，耶耶耶。我们也杀了他们一个人。好，没有没有，他切我们头。那我头，他头是我。别撞！我没炮位，大哥，我没炮位。我还有还有。过来了，很近。哦，他现在是直走，他现在是直走。哎，下面水，没事没事，底下没有什么洞，我知道了。贼跑啊！东渡下来帮我捞两桶 ，OK。没，就两个洞，就两个洞。我是听到声音了，但我不说。他一直在打，我在敲他们，我在敲他们。那个东渡上空降船，东渡。先坐就好，先坐就好，然后保证有炮位就好。有一直有炮位，但是对面也打得很厉害，奔德打过来了。没事没事，我把舵回正，过来拉一桶。来了。我们前面我看到红海是不是？我们还有半个红海。有收发吗？下午还在加载，看一下。东渡过来帮我 ，OK， 我来，兄弟们，快进红海了 ，Andy， 我需要了，来了，没事，大家跟他都很接近，对，我知道，我被抛下水了，把你抛下水了。啊，东渡上，东渡上。OK。没事，没进红海，没进红海，我掉过来了。OK。大哥看到吗？我们上不痛，我们旁边被抛下去了。对，还得看蓝队，还得看我们。有，蓝队好像都是。蓝队在我们左边，后面有一队在我们左边。王队回去打那个在我们后面那队。左手有一个船，左手有个船。要上方，要上方。我们左手有打了，我在收方，帮我舵帮我回一下，有点我太冷，我左打死的，后方收了，打这一个还可以下呀，下一个，打一个，下了，大哥我回正舵了，你来吧，妈的把我手机拿去了。中一发，他往右了，中两发，我下三发，一队是谁？前方，前方了吗？绿队飞日 ，OK， 我再来，前方下了，绿队飞日，一个慢，对，是谁？红队 Black Powder CDK， 对，中红队不得了，我修中场了，鬼我已经检查完了，大概有炮位吗？有，左边有一个七十位，蛮远的。他是摆了吗？对，我知道他要送头，可是我得看着黄队。一人在黄队。Reboot， 我觉得我们要 Reboot。Reboot， 你们要准备打黄了，但是这个是倒，大哥，没有倒。不知道，必须来个好 play 的。你要拐 Happen 哪里？大哥，你右满，我们打蓝队。对，我知道。黄队又到倒的另外一边。不要。好，可以先上炮位，可以先上炮位。哎，你可以准备好布来的。哎，你我需要好布，我的多抓了已经。还有很多。还够不到。
行，我来。我的妈！为什么雷现在控他打不到？再来一点，你多传后面。我们需要走中方，走中方，你一个人东路，东路，东路。来了。完了，他改防了，不用了，不用了。好了，好了，一塔了，好了。丢炮子要准备。撞他鬼，撞他鬼。他装石头，啥呀这？fucking 石头 play 我，牛逼 ！Oh my god！ 我滚过来，大师，只能保密了直接。安哥串吗？还是什么？一下子，这距离安哥串感觉会被操。哦，现在安哥串。要立马起啊！要立马起、啊！妈，前面还有个绿船哦！哦，我只能左满，不然来个人玩直接下去。哦，右边又有绿船的炮位，一丢一点点。都好远，绿船是佩瑞啊，大哥。对，我知道，我不跟他打，我是去追刚路过一个。是捡黄船的肉。我一直在动。帮我改个包。哦，不用了，去瑞去包。改个中方，南方，我去了，我来了。等我们右边准备打黄船，吸一下鬼，吸一下鬼。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我来了。上面。你走。这里来、啊。OK。被右边的黄队。来。为什么？在马里的话好没有跑你在说话休息我送中发动路帮你们说一下起码前方都可以对前方来我跟随便一个人我来我来动一下他过来了，他送头了，把他后尾切了，不要让他走。不是前面就有一个红队，对，我知道。把他打残，然后去打。随便打几炮，然后打红队。把红队了。已经开始打红队了。对，我们来打红队，我也在打红队。Hit mark红队。哎。红队是 Black Powder CDK。他跟我们分最近，魔法弹可以用给他。Peter Mark 红队。Peter Mark。我们的炮位比他好，我们的炮位比他好。Peter Mark。他是第二炮。外还有非常远的。要动。因为我们刚过贸易岛。对。他选择跟我们开了，冰冰开了，冰开冰开，冰放了 ，nice， 冰放，冰放，冰放，我冰放，一下子不住，我救他，一下子，啊，那个船那个拉太高了，布朗迪还有吗？布朗迪还有吗？有，打回去，打回去，我刚刚说啥了？就该打的就一定要打，我们死了一个人，打，让他回去打炮。还有大龙。
他好像你们在很后面。打他哎呀，这空了。打不到。两发。他们在我们身上拿的分比我们拿在他们身上拿的分多，我叫你们再狠一点。不是那个低了，船有点飘。非常好，用长板直接轰他。行吧。哎，红帽木在那个隔壁。得了。再中，太拐了。压死。打了。一直在中。一号桶没炮了，冲队下来帮我一下。OK。开始输。先看。哎，行炮啊！你们的我们的开的 line 打不过人家，本来跟人家就差几百分，然后被人家刷到一千多、两千多。开的 line 打不过别人，我底层一直在破洞，然后我一个人在顶着。你们要尽可能的炮死他们。我不是我们那个炮位不是特别好，向下。因为我们在他那个船前面，然后我只能打到那个他的那个一号炮位那个船头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浪也大，那个在那边上下。刚刚那个，对，就是调完上，然后直接就往下飘。操！来。右边的是什么队？我看。就打他。拿好魔法呢，直接送他，完成不要开牌。他下中方了，我们还没炮位，大哥。他收中方了。打。我打布朗丁，我右边王波了，然后呢？你们先打。来，帮我舀水二层了，帮我舀水。哎呦我操！再摇。一个人一定要去打破我们最后一名了，一个人去打。安迪。两个人，哇，这波被汪波两次了，我靠！我们现在跟 Black Powder 应该是平分了吧，大哥？
练炮啊！我说我他妈，我起始的所有的炮都中了，刚刚最后一波 parallel， 他们没压力，我靠，真的就是没压力，我跟你们讲。有在中，不是，主要后面那最后那一波就是我们没对过那波是那个浪，然后他正好就在他船头在我们的船的后面。太快了那一次，对，有点快，就我自一直只能轰到他那个就是鱼叉那个位置。第二波你们的魔法弹打得都慢了呀，我叫 Blunder， 我一个板工叫 Blunder， 我打的第一个 Blunder 你知道吗，我叫完 Blunder， 我打完第一个 Blunder， 他们两个 Blunder 打过来。你炮手要把握好，就是说打炮什么时候打魔法弹，我们那么多魔法弹，最后一波属于那种就是拼胜负的时候了，然后我有打，我后面被炮死了两个王博，很难受。不够狠，我们跟 Black Powder 他们的隐蔽多一点吗？还是哦对，不用管隐蔽了，反正最后一把现在评分的话不用管隐蔽了。大哥，我在，九一，他改了翻了，他腻了这个，改不改？太大了。你也改过来，红船给头了，大哥。喂，对，红船要打完打黄船，先打红底机吧。他大师了，他是直接飞出来的，不要管他太紧。过了。别的黄船 ，Black Powder 是蓝啊 ，Black Powder 是蓝，黄船是 OS。偷到不漏炮吧？黄队。歪了，他想要跟我们 parallel， 他是快一点了，这个翻他改了，他套倒了，倒了吗？不收怎么办？前方也收吗？先打炮吧，我先得一点分。都套，怕他不过来，要右勾吗？
对，待会一波，待会还没到。哦，现在七里在那里。来个一滴。可以。五刀马 ，nice。其实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你的妈！我打死一个。好了，好了，好了，总炮上来。他会多几秒。后卫还不够，还差一点点。哦，总防守下了。OK， 你慢着，不要下完。啊 ，OK， 干他。甩手，甩手，他甩手来了。来了，防备万刀。我救，我救，我救。我在救，我在救，我在救，我在救。OK。防备万刀，防备万刀。我跟他送了。都下死完了，挂。他跑了，长个洞，长个洞，一个人长个洞，两个死，两个死，我只能修船了。我没人敢死，你啥子？我帮你带。对你得帮我一直带。哦，快走吧。啊！我看一下。再拐走了，把你不换了吗？罗马呢？哦，别死，别下去，带你坦克。好了，这里可以来一。哦，叫什么呀？什么 S？ 我买看对吧？然后炮子，拐折，拐折，打折那个多，打折。中路上，炮炮位非常好。能撞他鬼吗？可以。我们好像那个哪个地方是不是有火呀、啊，大哥？有有有。这甲板有火，甲板有火。他这边怎么打过来？对。来，我再好撑，来，我再好撑，来压甲板。再打，这是单，这是自救，这是自救。有炮弹了，我。装钱柜，装钱柜。好了，抓了，抓抓抓，有人吗？啊，干嘛呀？你不能出蓝队，大哥，蓝队不出来跑。那就别了。OK， 打甲板，打甲板，打了很多炮。在哪？在哪？在哪？船长，船长那边有一个。没有火，没有火。拿炮弹。只能跟 Perry 打，先跟他瞟几炮吧，一边先跟他瞟几炮，先跟他瞟几炮。老板，兄弟们，兄弟们，还在中，兄弟们。在管吗？把你火还给你，打中。炮位不够了，那我们换炮了，没了，老师。那我收鬼了，那我收鬼。蓝队小心，你们的魔法弹用在他身上，我们不能出蓝队了。先发，我过。收前发吗？对。我先拍，我先拍，我先拍啊。底层帮我带一桶，底层帮我带一桶，科特，有个人过来跟科特洗一下。好的，好，唐老师，后面还有。我去没有，我去没有。左边打，左边打 ，ND， 蓝队，沙发群众在这里，我操，想死他。我们底层没有动，去下前方 ，ND 前方。我一个人来灭火。金马。啊，好，给他死，给他死。等会，他跑了已经。好。凯瑞尔一下，因为他已经去了打了。OK， 我们是不是在中轨？是不是在中轨？现在没问题，没问题。他去跟佩瑞打，他要死，大哥。对对，不管他。对对，我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中轨？他想去跟佩瑞打，完全可以。对啊。鬼全部死不掉，我们要跟前面这两个都打。前轨应该都好，前轨都好。我可以勾，我可以勾。要帮我勾一点。勾多少？你说。再来，再来，再来。好了，好了，好了，左边黄队上来。
我们没有 special 了，我身上只有两。没事没事没事。我身上有余发，应该有余发，有两发分的分的。我在中靶这边。只对 him up。黄色在打，黄色在打，你妈！这是老母鸡，下班了。他一打死，拿了。所以一直在打我们。一直在掏到那个偷到那个摸到那个黄队，我们可以接着去杀黄吗？大哥，对，我知道我们打换红队，换红队，没换红队又来了，他也在哈坑，我也在哈坑，发言地，中翻，不是动作 feel， 那我准备看到，他全下了，干他，先，我知道，我走一发连大了，动作。他被夹，当全给，Nice， very nice， 我非常 nice。他要跑，我不要打中他走，他中了，中了，兄弟们，完成这个蓝，好，稍微快不够了，兄弟们。只让花一直没有听话，逼他妈！我胖子一个，我们二层，我们二层，我就咬，咬我挂点桥，各位，凡哥来了，小心，还有一个，凡哥要咬水，带咬水，刚刚有人扑回来。来了，先滑里走，先滑里走，慢滑里走。一个人帮我控制三队长，一个人帮我控制三队，一个人就行，一个人。上去，没有炮位，没有炮位。我知道，我想滑里。那两个人来要血，要发火力了，没事。他也是走的，我们两双方都是这样。OK， 大哥，一定要盯着蓝船，OK。不能让蓝船放我们任何一个船。我在收钱轨。不要，也收了。收了吗？可以。收了。那你们抽吧。我去拿。要拉吗？就修啊！现在就是给我们修啊。再修。我去灭。反正下了，反正也得下。OK， 我下。摆个衣服吧。中方拍一下。谁那个佛？好，不好意思，我出岩剑再修，出岩剑必解火。还有火没灭的地方吗？有。哇，是他。我去。他俩踢走的。有，在船展室那个右面那个楼梯，准备熄火。我们炮上来打了，还没炮位，我五秒。这是哪个队啊？这是培瑞。fuck， 怎么还是？总比他们快，不知道，我不想跟他打，我是 fly 他的，不管他。那你妈好，还是不好？他肯定阻止到这里，他肯定阻止。你妈！还有火锅。还有火的嘿，改班，抓班。那我抓前方，我抓前方。不用了，收班。踢篮。再收钱。炮杆他，兵看。上炮位，别收了。到把轰看底了，那我直接。让他鬼行吗？我没有连弹。我在轰底层。
好像死一个，男的死一个，男的死一个，男的死一个。会不会弹心啊？直接，直接过去给他撕，把培瑞了，我操！我直接引平连克他了，挂了。培瑞 fly 了已经，右边一直轰他，我要摆个护翻才可以。fuck。他抢过来了，他抢过来了，是硬炮，不要。我们这波要赢他，三分钟我们这波一样，大哥稍微再往左一点点。我知道可以。放他前轨，放他前轨，不能让他。OK, 抓不到，Perry 拐不过来了，他想夺马打我们，让他调警炮，我们给蓝队。他 over 跳了，蓝队 over 跳了，还有一点。对，我们传球比较快，我去切大头了，把前轨也卸了。我没有，卸不到。没事，先压甲板，先压甲板。好，先洗了，我们炮比他好了，先洗。对，可以切大头。一标点不过，全部打那个前面了。东东下来帮我还有两，妈的！行吧，联盟一号炮，一号炮是一号炮的，加打，靠，这个推位，中，行吧。他头走了已经，放上来了，可以上他水鬼啊。对，我上，还有两个，还有一分钟不行，我们可以拿第一的。大哥上去了，小心头走，先头走。我传不成，球传不成。再咬，放！哎呦，咬不过来，饿了。没事，我们比蓝队分高。我应该没看错吧？蓝队应该是 Black Powder 吧？OK， 没事。大哥那波有点小贪心啊，哈，要我只想给这个蓝队死，我操，因为用红海了，我所以也是必须得用满了。没事，我们总分第二，还是达成目标了。Black Powder 差一点啊，他们那个远程炮，就是隔着一艘船打我们了，是不是比了？刚刚在打那个蓝队的时候，他一直在抛。没有，那一波是我们 rap 了蓝队才会这样子。是吗？不是，就是 rap 蓝队之前啊。还行吧。我们在踢蓝队的时候，只要跟蓝队的距离，他那种就是打高了就打我们，打准就是打中他。OS。差一点呢、哦，好。没事，无论这把我们是拿第一、第二、第三，我们都是总分都是第二，所以没有差。要没有差的。我们只因为你不可能，你即使我们拿第一，佩瑞拿最后，我们也不会第一。我们只要比 Black Powder CD 可以高就好了。最后两分的话就，要还是第一不了。他还是27，我二十点，我算过，想要赢一下也好啊。
没事呀、啊，还有机会的。你陪瑞，我操，还不简一个一个 game 还不简单，成四个 game 就有点难。还行，其实还行。但我没想到 Black Tournament City 可以比以前要比以前要强一点了。我以前都是那种人见人刷的，今天 Bigo Go 也他妈的贼拉胯，我的。那 Bigo Go 这样子又要减分了是吧？就是 Bigo Go 应该是最低分。Bigo Go 最低。啊。哦。得看一下。我考你慢。嗯，去去，你别说明天可能还有点 spicy， 明天还能 dry warm， 大家实力都差不多的那种。我们一二三，然后还有谁？刘高减三 ，nice。哎呀，对，减三一零九。我觉得 Bigo Go 应该已经没什么戏了。Fireman's Core 好像比他分高。Fireman 一，然后 OS 九十八加多少？这第几啊 ？OS 这第四分，前一九七，然后 Black Powder 不知道。进入十五最多，前三把打得比较差。我们跟海人转明天，明天我们必须第一啊。嗯，如果明天海人转第一的话，他就哦还是没用。我们第二的话，他还是进不了，他一五而已，加六一二一，没一二六。第一的话一二九 ，nice。我靠 ，Black Powder Syndicate 的银币比我们多。我们只要保证这个一到四的这个一到四的比赛，我们再加分，周五尽力而为就行。对，我就是不要扣分就好了。对，不要扣分，他就不好追，除非就是。他跟我们分不到一起，然后他总能拿第一。但是 anyway， 对我们还得一直拿最后才行。还得减，一直减，还得一就十十一十二分左右总才可以。嗯，我们一百二十三了是吧，大哥？要不要？然后 High and Dry 是一百一十五。OK， 明天如果能把 High and Dry 拿捏了，我们如果能明天。双麦的今天的分还没讲，还没讲。嗯，他今天应该也是六分，我感觉。嗯，还行。啊、哦，明天还这儿。我来。打了好多呀、啊，下礼拜可能我们会一直被 ban 出去。下礼拜怎么了？就是我们这周已经打了三局了，然后其他的最多，我感觉现在有自己的 game 的话，肯定是我们跟双马的是最多的。嗯，就是他会平均分配，就不会说我们可以一直打，我们可以打一百把，其他队打十把。
就是可能下周我们会一直被安排，就是后。那随便了，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